开始都有你的事，不想中公子都会变怪异，不讲伤心事都说有暗示，不讲点宗旨都会变错事，不签一张纸都引你注视，不想讲非事都会有政治，谁在滥用气势，拎不起放不低，其实这题有发挥，谁在继续跳舞，谁用美丽作弊，然后众人被捉低，没错，在滥用气势，拎不起放不低，其实这题有发挥，谁在继续跳舞，谁用美丽作弊，然后众人被捉低，Shut up!